这凉拌的所有凉拌都是八块钱一份啊？对。啊，这是有酒啊。有血。这扣肉在这里头了，扣肉啊？啊。这里头啊？多少钱一块啊？15。15是吧？来一块来。哦，这样的。行行。哇，这一大块。丸子不太喜欢。来这个来一片这个，来这个豆皮，这豆丝儿，来两块豆丝儿。要菠菜的。菠菜不要了，这多少钱了？加一碗你19。哦。啊、哦，一个二十。我带我带着盆吃啊。对。不用盆了是吧？行。要一盆两块。嗯，行。听着啊，看来肉到了啊，这好大一块啊，15块钱一块，好大一块啊。本来有绳子捆绑着呢，那什么时候解了啊？还有点千张嘛，来点那个什么豆腐啊。今天没带支架啊。这老白干这个8块啊，凉拌的，黄瓜跟花生米，整。今天没带支架，唯一的啊。兄弟们，他这个老白干40多度的啊，不是60多度的，40多度的。先试一下这个40多度的老白干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能喝啊。哇，这一块肉得几两啊？有半斤肉煮的。他这个扣肉跟那个徐州的把子肉不一样啊。济宁拌花生米放很多酱油啊。不给盘子，也不给碗，每人一个盆儿，一个大盆。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肉什么样的味儿吧。去东北饺子馆去吃过饭的兄弟们就知道，里面有一个酱骨架，就那种味儿啊，跟徐州的把子肉不是一回事啊。这也不是什么扣肉、红烧肉那种味道。哇，入口即化啊！你看这五花大绑肉，还有绳子了啊，在上面了啊，绳子，细线啊。豆干，这个店也是比较出名的，听他们说是寇记啊，好像这个店还是总店的啊，刚好我看到了。这个济宁叫豆腐丝啊，其实豆腐皮儿也叫千张，这个香多的啊，豆皮香。现在好像是得有30块了吧，有30块了啊。油豆腐、豆腐干子嘛，豆腐泡吧。也好吃。又加的啊，又加的这个豆腐丝啊，豆皮啊，还有豆腐。来了碗米饭啊，现在是37块。